今天是 Metal 一周岁生日。Metal 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来了，我们大吉唱吧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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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大家们。没头，你就要吃一个。秘密这么好，谢谢。有点奇怪，你就带一块给回去给他吃就好。那是好可爱哦，你要吃吗？阿家叔叔赠送一包牛鞭。阿家叔叔，谢谢你。没头，谢谢阿家叔叔。默默拆开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现拆一根牛鸡鸡给没头。哎，真的很臭，真的很臭。他是家说很像他的屁股在加那个鸡鸡的味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有抓来闻。真的很臭的，超臭的。阿家叔叔再送一包袋鼠肉，谢谢。阿妹也谢谢。嗯。味道怎么样呢？别找袋鼠肉，撇头，都不要。没有，阿家叔叔送卷尺，阿家叔叔送的牛腱棒一根，牛腱棒一根。这个他会啦，这个他会，他会咬。这边让他都在咬。没关系，我们带回家再咬哈，先不拆了。是你妈，是你妈送的牛肋条。谢谢艾米妈妈，谢谢，要广播一下，谢谢，感谢艾米妈妈赠送牛肉条，哇，是很多哎。我们送的甜蛙，甜蛙，等等，那什么？牛蛙，这是青蛙吗？青蛙，这个是把费与跳跳爸妈送的牛蛙，我靠，真的是完整的，没有，谢谢。看一下这个味道如何？真的呢，想一下标本，他到回家来吃啊。鹌鹑一只，鹌鹑一只，你送的都很猛哎。那我想要送特别的，我给你拍一集啊。没错，这个是小鸟哦，鹌鹑。这回去可以拍它要不要吃？对不对？我就觉得特别。早餐间，这个是真的鸟肝啊。鹌鹑没有那个真的那个鸟那个鸡。给你叫鸟头，鸟头。你看哪里？完全偏鸟。那一只小。天哪！现在有没得啊？鲑鱼皮店。鲑鱼皮。我靠！鲑鱼蛮瘦啊。鲑鱼皮。玉成瘦了。不贵，但是我找就是买了三间。谢谢谢谢。火鸡脚。
这个是可以拍一集的，我们下一集再拍。这个他会吃吗？给他找，可以吃，我们回去再拆开来给你。给他找跳跳跳来了，整只鲨鱼。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古力鲨，对，古力鲨，小只的鲨鱼。哎，不来了，看呐。天哪、啊，这全部都太猛了吧！很猛很猛。这是 Metal 的礼物。预卜婴儿前途的习俗，观察孩子的兴趣所在，预测未来职业取向。宝宝满一周岁时举办，将各种物品摆在小孩面前，任其抓取。准备的物品有：拨浪鼓，喜爱玩乐，一生无忧无虑；笛子，箫，有音乐天赋，能歌善舞；福袋，健康有福，有福之狗；包子，有口福，衣食无忧；元宝，招财进宝，富贵一生。五帝钱，命中有财，富贵之狗；富贵锁，锁住幸福，象征健康长寿；剪刀，持家有方，尽责顾家。你觉得 Metal 会抓到什么呢？我觉得他会抓包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起来就很贪吃啊。波浪鼓。为什么？好奇啊，贪吃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爱吃。我希望他抓富贵锁，长命百岁，健康平安。作为他爸爸，我非常了解他的癖好，吹箫达人，他一定会选这个，因为他对这个棒状物特别的有情感。我们来读读看，没来。没到选一个、啊，快啊！还咬奶？没有，还没咬，他都在闻而已。你真的没兴趣啊？逃之夭夭啊！装臭屎！在抓周部面前，他还是选择公狗鸡鸡啊！你看，珍贵的 Metal 第一餐。